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。我们说我们要天天活在神的爱、神的恩典里面，因为这一位神，圣经上说，神就是爱，他就是爱的源头。你知道，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、遇到一些挫折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哈。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当我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，我就会很直觉一个反应说：上帝，你真的爱我吗？如果你爱我，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？我从小气喘，我就觉得上帝，你爱我吗？如果你真的是爱，你怎么会让我一天到晚在气喘呢？你知道气喘是很不舒服的。如果你有气喘，你能够体会。我的气喘是不能够坐，晚上啊天一黑我就开始喘，然后我要平着，不能平着躺，要坐着，要坐在那里我才能够呼吸。如果一躺下去，那个肋骨压到自己的那个胸肺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没办法呼吸的。换句话说，我要坐在床上等天亮，到天一亮，哎，我就比较好一点了，就可以喘过气来。可是你知道，我想到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印象，就是一个小男孩坐在床上，全家人都在睡觉，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就一直喘，一直喘，一直喘，喘到什么时候？喘到天亮，觉得很不快乐，觉得上帝，你真的爱我吗？你真的是爱吗？如果你真的是爱，你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呢？当然，其实人生不如意的事，真的常常十常八九。但是在这些风浪当中，走过那些风浪，回过头来看，你会体会说，原来神就是爱。在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里面，神跟亚伯拉罕说，我要跟你立约，我要跟你签一个约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祝福你。我实在觉得昨天和你分享，哪有这样的事情，哪有是那个要施予、要给别人祝福的人还说，来来来，我们签一个约，签好这个约之后，我定期把东西给你，我要把祝福给你。应该是那个要得到祝福的人、得到好处的人，怕没有把握，怕你后悔，所以我们来签个约。可是不是，是这一位恩典慈爱的主要跟我们这些受惠者签约。昨天和你分享到说，当我自己做了爸爸之后，我能够体会，只有父母亲有这样的心，要给孩子好像是欠他一样。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，哇，我是欠你的债，我上一辈子欠你。当然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上一辈子，但是做父母亲在那个爱里面，你就是会觉得说，我不但要给你，我还要保证你一定拿到。我不但帮你买了好东西放在冰箱里，我还期待你一定要吃，你要吃，你不要过期，你要时间里再三的叮嘱，求神帮助我们。然后神跟亚伯拉罕不但立约，还做了一件事，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，他说你们全家都要在男人身上都要行割礼。做一个割礼是什么呢？因为他说这个是一个记号，这个约是一个记号，是一个记号坐在你的身体上的，然后呢做一个永远的记号，这是一个永远的约。我觉得真的好奇妙，那个记号在男人的身上，所以每一个男人大概自己都能够体会，特别是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行割礼嘛。那个割礼为什么在你的身上？就是如果那个记号是一个印，你摆在抽屉里面，后来你找不到了，就没有那个印了。哇，你放在家里面，你在外面就看不到它。但是如果是在你的身上，你走到哪里，那个记号就跟着你，那个记号就是随时提醒你，这一位神是爱你的神。愿主今天也提醒你，他是爱你的神。
真好奇，好地上花。